所以呢，我们可能可以用另外的方法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手指头啊，就是做成梳子的样子。是。那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按压，往上按压，或是直接有往上梳这样子的按摩的方式也可以。一定要是从下往上梳。基本上就是局部的按摩，因为它这些都是穴道，那就基本上是局部的按摩，它就是会有一些疏通气血的效果。那这两个穴道呢，也都是一个就是调理肾经和膀胱经的比较重要的穴道。那这个要按压多久？一般来说，我们就是按放，按到有是我们脚底板二三指尖到足跟这样子，我们可以垂直画一条线。那大概在它的上三分之一的地方，其实我们有些人啊会有一个人，这边会有个人字纹。那这个人字纹下面的这个凹纹呢，所以呢按摩它呢也是有一些补肾的效果。